佢同我講，我去試過一次咧，佢挨我個膊頭嗰度，跟住佢就同我講：你個膊頭冇個個人咁好挨。跟住我聽到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，我之後就每晚就翻屋企喺度走神啦。我以為係佢離開我係因為我個膊頭好挨。我不夠大隻，只要我大隻的時候，我的膊頭是很挨的時候，他就不會離開我。他另外也說了一句說話，他說當我覺得他拍拖呢是可能讀緊書的時候，他就說我們以前那些事呢是好像童話故事一樣的，他說這個現實呢是其實是這個世界是很現實的。那他認識了一個即是那個男人是班人工的，那我那時候是讀書沒收入的嘛，那我之後就變得是我覺得要怎樣才可以挽留住一段感情啊？你有錢就可以挽留住一段感情，你怎樣才可以有女人啊？你有錢就可以有女人啊？你個膊頭橫啲的時候你就可以有女人啊。我感謝耶穌，就是他改變了一些看法。嘉榮的阿姨們，這個我的另外一半是神賜給我的。我呢是狂到瘋的。我一直在這段感情裡面， 我每次很想哄你開心的時候，我就很想係買，即係要破壞曬噶嘛，要買啲貴嘢咁樣先至表示到你真誠噶嘛，即係鑽石恆久遠咧，一個永遠流傳噶嘛。咁我就好想係要，即係要點樣氹新人開心啊，買啲貴嘢去表示心意啦。我好感謝神就係我係一個好窮嘅人，窮到窿。咁有一次佢生日咧，我個身得翻廿蚊，係真係得翻廿蚊。咁即係我又好怪自己好冇用啦。咁我好感謝神賜咗呢個嘅母恩良品俾我哋啦。咁咧我就見到有一個紙盒咧，咁就20蚊。咁我唔知點解我買咗個紙盒翻去，但我就喺度諗啦，裝啲咩去呢個紙盒裏邊咧？我送唔出手，我好厭棄呢個20蚊嘅盒，因為我覺得呢個20蚊嘅盒係等於係我。直到我前排去同佢求婚嘅時候。我是諗住等出糧的時候可以 買到一隻戒指，即係我幾次覺得好貴的戒指，其實都係幾千蚊，即係但係等於我全部啦已經。咁但係我都買唔起，因為我又係冇錢。神去感動我，叫我拎呢個20蚊嘅盒，又用呢個20蚊嘅盒去同佢求婚。神同我講：呢個20蚊嘅盒係我嘅全部。其實不是任何一個人去嫌棄這個20蚊的盒，是我自己嫌棄這個20蚊的盒，是我自己嫌棄我自己。我後來我決定要去，我是在星期六那些敬拜那時候去求婚的。其實臨出去的時候，一個姊妹看到個異象，她看到個圖畫是關於我，她跟我說神話這個紙盒是金色的，我很感謝神。明明是一個20蚊的紙盒，但佢都話係金色的。我好感謝耶穌，佢賜咗家人，好感謝主耶穌。我開心埋佢嘅。即係我會好介意人嘅眼光係點樣睇嘅，因為即係其實耶穌佢俾咗好多嘅指引啦，但我好介意好多嘅人嘅眼光。但我好感謝耶穌，就係佢睇嘅嘢同我睇嘅嘢真係好唔同。我睇好外表嘅嘢，但佢睇係人嘅睇，佢睇內心，佢睇我哋每一個都係睇內心。我好感謝耶穌。咁我有另外一啲係更加感謝主嘅事要分享咧，就係、是、咁我前排係為教堂嘅事有好煩惱。我哋呢個係一個人哋話係好另類嘅教會，因為我哋喺呢個嘅餐廳嗰度聚會嘅咁樣。但好感謝主耶穌，佢開佢話開路。我12月13號咧，
嗰、那個聖係咪聖公會？聖公會佢嗰、那個尖沙咀嗰個聖 Andrews 嗰個 church 咧，佢肯租個地方俾我去行禮，我好感謝耶穌。另外，我之前係有諗過去動物園北海道，但我呢邊係得$20嘅人係去唔到噶嘛。去到得，點知咧？我好感謝耶穌就係、是我喺一路翻我爸爸嗰間公司咧，咁我有好多假積住落嚟咧，我冇放到假，咁佢哋幫我去拎咗呢啲錢出嚟去俾我。另外我即係每個月咁樣都俾翻少少屋企噶嘛，我以為我自己可以幫到我屋企啦，我以為我大個仔啦，可以養個阿爸阿媽啦咁樣啦，點知最後都係阿爸阿媽幫我，佢幫我儲起呢啲錢，呢啲係聽阿爸阿媽嚟，我真係好感謝耶穌，可以俾啲掌聲佢。我以為我大個咗，我以為我可以係養妻活兒，我以為我可以我用我嘅能力可以係暫時去供養到我父母。正當我以為我係可以做得到呢一步嘅時候，神話俾我聽，仍然都係佢哋愛我最多，而唔係我愛過佢哋。我收嘅禮物，我喺神裏面收嘅禮物，俾我所付出嘅嗰一點一滴，我嗰一點一滴係不值一提。我得到嘅嘢係太多，我好感謝耶穌。我而家要唱首歌充氣下。Thank you.
有林有风都记得起，无惧世俗眼光都记得起。